请总统颁包养令。颁赠包养令仪式开始，宣读包养令。总统令，天主教会枢机主教善国喜，辉达旷度，襟怀慈悲，峥嵘岁月，弘扬浩劫，始至献身教会，获罗马圣俄我略大学神修学博士学位，承前俊耀，善治道民，历任徐汇中学校长、光启社社长、花莲教区暨高雄教区主教、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、辅仁大学董事长等职，秉持牺牲享受、享受牺牲理念，跌脱教区公益服务，建立人民人文关怀，兴办社会教育事业，厚植传播媒体专才，泛爱涵许，瞻盖默化，睦邻扶传，至真美善，赐获册封枢机主教，竭心族群融合，落实国内人权保障，开启宗教对话交流，协力世界和平，协助推动台泛互访，巩固长期友好邦谊，直地正欲，卓然烛照，书策折冲，预招宇内，曾获颁外交部外交奖章、一等锦星勋章、总统文化奖、国家公益奖及法鼓山特殊贡献奖等荣名，熟视不教，侵犯助仪，晚岁罹荫重疾，更需筹设真福山社福园区，开展生命告别之旅，弘宣人生永恒价值，分享自身体悟，见证信仰力量，一切延伸未比离数，纵其生平奉扬人风，四海慕其生采，成行阻止，万流仰如斗山，谋德复在贤若日月，哲人已远，道习往及，应予明令包扬，用是政府重理国事之志意。总统马英九、行政院院长陈冲，中华民国101年9月1日，恭请总统颁赠包扬令，请总统就位。请天主教高雄教区刘振中总主教就位。颁赠包扬令。礼成，请总统刘总主教回座。